爸妈，我终于可以一展所长了。铁头功没有白练，遇神杀神，遇佛杀。铁观音里面没有观音一样，淡而无味。你们要这样的人生吗？学妹，人因梦想而伟大，我们一定可以赢得比赛，为校争光。让我们一起去参加比赛，一起站在梦想的舞台上，就等你们了。同学，机会千载难逢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参加比赛？比赛不是每年都有的吗？和我一起参加比赛，可以不用高考，直接进入全国最好的艺术大学。不用高考真的吗？哪有那么好的事？看，没骗你吧，每个人都想跟我参加比赛哦。同学，你想报名是不是？这你没资格。想想看，你们才高二，可以不用高考多好呀。我是看到你们三个对表演的热忱，经过的一番巧手，你们一定可以成为明日之星。怎样，要不要？要。到一个。学姐你好臭。姐，好期待跟你一起上台表演，排练室。比赛，比赛，排练室，比赛，比赛，排练室。你知道你成绩排行全年第几吗？可
可是，我只是个音乐老师，还不赶紧分析？我只是个人啊，在我眼里，你和他们没有区别啊！可以吗？啊，你看看年轻的你，多有表演欲啊！你忘了吗？啊，陈老师，求求你，让我跟随你吧！啊，可以吗？啊，陈老师。是一名伟大的园丁，不要放弃啊！自己人哦，这一届给我们没问题吧？谢谢。学妹，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节奏感超好，看得出来。可是你这样我们会分心啊！我换衣服。男人跟我们四个女生在一起，对不好啊？不会啊，会啊！先休息，学姐，我有严重的肠胃炎，不吃东西会死人的。吃东西，耶！再来一碗，好，耶！你这枪啊 ，Hello！ 他说：“俊成学长。”他说：“他喜欢你啊！”来！好了。俊成学长以前也是合唱团的男高音哦。啊！他以后会常来探班的。好快，我去练习。什么男高音啊？嗯，这样有什么好处？欠你了。今天我们要来增加一点难度。学姐，学太难的东西，我会死的。
嗨。就像我们身上的肥肉，你是一辈子也摆脱不了我的。我才不会让你减肥啊！我要当你的肥肉。哎呀。今天很开心哦。对啊。那你还记得我的报答吗？记得啦。哎，可是你还没说你要什么报答。你还真是巴掌脸哈。哎，你有看过《乱世佳人》吗？像包子，你才像包子啊！擦色包、菠萝包，我那个包包嘞，周俊成，你全家都是包子，你是不是有口臭的包子？还在练习，不用温习。反正我们赢了比赛，就直接上大学啊。所以我们不用温习啊。哎，那，巴掌脸。嗯。如果有一天，不是如果啦，如果我骗了你，你会不会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？你骗人骗色。啊，好啦，如果真的是朋友的话，我相信，即使你把我杀了，你也是不小心的。
不要吃了。你现在应该去跟我们道歉，而不是在这里折磨自己。我会去。什么时候？不要再吃了啦！你就是这样，从小到大一点都没有变。难道他们不值得你放弃一切，去保护他们吗？去跟他们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想赢了，对不起，我为了自己骗了你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很难说吗？有些事情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的。我看到他们的眼神，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，我做了一件坏事。就可以被一直换人。明白了。学长，他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材料，只喜欢唱歌，但现在这希望已经没有了。一个人的自己理由，难道欺骗就没有错吗？为了他的梦想，我跟家里闹翻，这是我活该吗？没有，本来就该允许他犯错，不是吗？之前的事，是我骗了你们。我已经决定放弃比赛了，接下来日子好好念书，准备高考。排练室还在，陈老师不会赶你们的。好好说好就这样，再见。观音里面没有观音一样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参加比赛？比赛不是每年都有的吗？和我一起参加比赛，不用高考。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，
还有什么？把我们朋友的身份还给我们。站站起来！姐妹是什么？您是一辈子都摆脱不了我们呢，我们才会让你减肥，要像我一样那么多肥肉。我还真的没什么肥肉昨天还期待，今天就要和青春悄悄说拜拜。迷茫的方向感，单纯的勇敢。昨天还幻想，今天就要梦想在聚光灯下疯狂。有你在我身旁，我不怕。最青春的感觉，最 wake up 的旋律。
代志啊！啊，痛！痛什么痛啊？根本就没有撞到，好吗？知不知道你撞到我的重要部位了？这里是篮球场，知不知道？不准骑脚踏车，听见了没？乖。哦哦哦！拜拜！你们这两个小鬼，要不要等我？给我记住！老板。帮我把这款蛋糕全部包起来。啊，那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老板，请问这个蛋糕还有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这位先生全买了。这位同学，请问这个蛋糕可以分给我一块吗？什么？啊，我说这个蛋糕什么？我说这个蛋糕，可是这是我先看到的。如果你先看到就是你的，那还要钱来干嘛？哎，小姐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别的口味啊？不要了。拜托，不要再谈了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钱有问题。拜托。不要再看了，看了又不满。为了这家店，我已经去兼职当保安了。你再这样，我就要去跳钢管了。好啊，那你去跳钢管吧。这把琴我已经预定了，麻烦你还给我。他没有。蛋糕你要跟我抢，现在这把琴你又要跟我抢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得罪你？你什么都要跟我抢啊！可是这把琴我已经买了，如果你真的非常想要这把琴的话，让你再去进一把吧。对呀，就再进一把嘛。让开！快啊快啊，迟到了。兰心快点。嗯。快点让啊。我抢我蛋糕，蛋糕抢我吉他，吉他，你这个变态干嘛呀？放手，我
打死这个蛋蛋，你是不是变态啊？对不起对不起同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你啊。第一次？哎哎哎哎哎，干嘛？阿牛，你过来看看他是不是昨天那个人。你们看，我是双胞胎，你们昨天看到的一定是我弟弟。同学，你误会人家了。哎哎哎，不要看了，上课了。这我要向你道歉，我向我弟道歉，然后我们两个替你道歉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第一个音乐会，然后弹钢琴，我特别特别想请你们去。今天那个呆子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突然一下子撞到我，啊，我整个人都懵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他怎么挺可爱的？什么可爱啊？哪里可爱了？你不喜欢那给我好了。给你的，很难买的哦。你不要，那我要喽。这位同学，不好意思，你挡住我的路了，麻烦让一让。哎，放手！拜拜，拜拜。这次月考怎么样啊？还好啦。还好？那就是考得不好啦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高考如战场，那是千军万马再过独木桥啊。你要是考不上个好大学，你将来就找不到个好工作。你说现在连清华北大毕业的都在那儿做前台呢，你说你万一没考好，以后你还什么跟人家拼啊？我也不奢求你考上什么名牌大学，但就是千万不要像妈一样，读个不好的学校，找个不好的工作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到头来没钱没地位，还要给那些刚毕业的小年轻打工。哎，我去看你爷爷去了，记得在家里好好复习。那个，刚才我就一直在看你的位置，但就是这是什么？你觉得我弹的怎么样？其实我刚来，啥也没看见。你为什么不早点来？对不起妈。
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啊？就是这个全国青少年才艺大赛，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参加？啊？好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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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大晚上在这里约会哦，好浪漫哦！浪漫你个头了！浪漫你个头！浪漫你个头！你神经病啊！喂，这么快就走了，肯定是心里有鬼。你才有鬼呢！从前有一只高傲的孔雀，然后他有一天遇到了一只小鸟，飞呀飞呀飞，他们两个人就相遇了，一下子掉进了一条河里，那条河就叫爱河。哎呦，我的小南瓜车子坏了，不要你管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骑回去，那到家估计天都黑了吧。车借我，我要去补习。哎呀，你会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手抖啊。怎么样？左边右边？左边啦。OK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左边。南心，你知不知道还剩几天就要考试了？所有人都在拼命用功，你居然还出去玩？南心，啊，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你回到家，衣服也不换，澡也不洗，连饭也不吃，
都几点了？你胃弄坏了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这孩子真是！你快去洗澡换衣服，完了吃饭，快点！啊！放在上面，不要离开。喂，听说你喜欢摇滚啊？请问你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指挥家。喜欢有什么用啊？家里人都不会同意的。你不去争取怎么知道啊？哎呦，你知道个屁呀！哎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什么？每个都差不多啊。我是做哥哥还是弟弟啊？怎么又扯到人啊？关心你还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在玩火，玩你个大头鬼！这么巧，可以在这里等我，好感动啊！谁等你啊？拜托，像我这样的帅哥，等就等咯，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咦，既然我们是三个人，不如……是不是很爽啊？哥，在这边会不会很可怜啊？不会啦，他从来都不玩这么刺激的游戏的，他就是个老头子。你才是老头子！最美丽的花送给最美丽的瓜，这个都给我，哥付钱。等等我。哥，我的东西不要动。我希望以后可以开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。我希望可以组一个最火热、最受欢迎的摇滚乐队。我希望当一个指挥家。希望我们的愿望都成真，耶！耶！耶 ！Lucky Star！ 呀！今天老师让我去学校了，还好他让我去了，不然我都不知道你的成绩居然成了这个样子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放了学就直接回家复习功课，不准再出去玩，听见没有？我的东西呢？我全都收起来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玩，把你的成绩全都玩掉，今后那些东西都不准再碰。高考考出个好成绩，以后想怎么疯
随你。怎么啦？干嘛呀？姐，我是比你胖多少，还能挡住你了？你这样很伤人的好吗？好啦，出来吧。怎么了？吵架啦？没有，就是现在不想见他。谁又惹到你了？还不是因为我妈，她说我的成绩下降得太厉害，还没收了我的杂志和 CD。你这天天的要会两个情郎，成绩不下降没有天理啊！苏妙妙，好啦，开玩笑的嘛。那你这俩要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她是我妈。你妈竟然没有没收你的手机啊？真是失误啊！让我瞧瞧你现在在跟哪个情郎会面啊？哪个啊？怎么办？啊？你行不行啊？干嘛？翘课呀！你小心啊！小心啊！你自己疯就算了，你干嘛把他搞成这样？你有病啊！干嘛？想打我？打！你疯了！你今天就让他打我！你是不是喜欢他？说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就是想要怎么样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枪！你们两个开开心就好。想去当尼姑，两兄弟为人打架，你要去当尼姑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要玩火，不要玩火。
我弟走了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嘿，我的小南瓜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估计我已经到达英国了。走之前，我决定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哈哈，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了。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我好好的在路上走着，突然有一个骑车不看路的笨蛋差点撞到我。要不是看他长得还不赖，他早就死在我的乱拳之下。后来我又在阿牛的店里见到你，还是那样傻的冒烟，眼里就只有那把尤克里里。拜托，像我这样的极品帅哥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到。再后来就是蛋糕店了，没想到你喜欢吃的蛋糕我也喜欢，所以我决定把它们全部都买了。气死你，气死你！没想到你真的生气了，所以我就想，不如把那把尤克里里买了，送给你，向你道歉好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竟然也喜欢上了你。是谁不好，偏偏是他。所以，我决定了。我决定要回到摇滚的怀抱，是你说的，喜欢的事情就要全力去争取。再见了，我的小南瓜。听说你们要一起参加才艺大赛了，千万不准给我输。要是敢输的话，我会瞧不起你们的哦。舍不得你，想拥抱却回不去，季节不停更替，我们还在一起。相遇的街角没在意，牵手的剧情你却不愿意。相处时候我想我们是朋友，可为何心跳还如此清晰？青春随后狂奔呼啸而去，我都还来不及，就已经几乎忘记曾经的约定。约定我们就算最后分离，都各自走开去，也会永远住在心底。你是我心底的秘密。他对你干嘛了？他跟我搞暧昧知道吗？没事就约我吃饭，带我出去玩，下雨了还帮我送伞，我生病他也冒雨去帮我买药，帮我买吃的，
正常逻辑，这不就是追我的节奏吗？我就喜欢上他了嘛。结果他竟然跟我说，他是把我当朋友，当妹妹，谁又不当你妹啊？看看，这就是活生生的贱男人啊！哼，这搞暧昧的男人啊，最可恶了。都是你们这些臭男人啊！你放心，不会有人跟你搞暧昧的，因为你长得很安全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当你妹，谁是你妹？行了，你不用哭了。你是我兄弟，欺负你就等于欺负我，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。你千万不要打他。你还有没有点出息啊？你刚才那么生气，你现在，你等一下，喂。找到那个偷窥狂了！哎，我怎么了？偷窥狂他到哪里了？腰部，他的腰椎在对着我微笑。真的假的？我不要看了，快点还我！怎么样？过来。谁啦？哎呀，你去开门呐！哎呦！到底开门。哦，干嘛踹我？谁的？老师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要惩罚其他同学，这台望远镜是乔迪的。对，没错，我能证明是乔迪的，没错。老师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其实臭流氓！哎呦，我灿灿姐，干嘛？又要打，造反啊你们！打架、偷窥，还是高中生吗？你，还有你，去扫厕所，一个月。老师，他闭嘴，出去！对付这种贱男人呐、啊，你打他是没有用的，治标不治本呢、啊。那怎么办？打他一顿，我至少能够解气。哎，你不要打他！我现在就想打你。你看看你那个花痴的样子。花痴？那么多男的你不去喜欢，喜欢一个变态。知非彼说的对，要对付这种贱男人，你打他是没用的。那怎么办？他对付不了他了。方法只有一个。什么？你去追他。啊？你是吃错药了，还是真打偏了？哎，好主意！要是他成了灿灿姐的男朋友，那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还不把他给整死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让你去追他，不是让你真的和他谈恋爱，而是要让他喜欢上你。他是怎么对小一的，你就怎么对他。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呢。去死！对付你们这些贱男人，这样算客气了。
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身高、体重、潜能、星座、三围、最爱的颜色、最爱的食物、最爱的饮料、喜欢的明星，甚至大姨妈的名字，每天几点大便都要了若指掌，从而找出最佳切入点，稳准狠，一击致命。想得美！我问你们，乔迪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哼，这种出卖兄弟的事情，我才不干！没错。灿灿姐，其实我们觉得你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兼具的女生，能够看上乔迪是她的福分。所以我们决定要帮助我们的兄弟，免得会错过你这一位美丽的姑娘。没错。你们要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去参加这个比赛，给你个机会当我的舞伴啊。参加的话，可以申请减少扫厕所的时间哦。我们先去。喂，我提醒你一下，这里是女厕所。如果你走出去一步，我们就喊非礼。你本来就有偷窥女生换衣服的前科，再加上闯厕所，如果我去跟赵老师说，你觉得还会是扫厕所这么简单吗？打篮球啊？要你管，能跳不就行了？之前跳过舞吗？你看不起我？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的花朵真鲜艳，荷兰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颜。我是不是跳得太好了？第一阶段目标完美实现，朝夕相处必能日久生情。而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要再加上一点点的催化剂，女生会喜欢上对自己好的男生。同理，男生一样。当你能够把一个男生照顾到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，也就是他离不开你的时候。这个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尝尝。你保证？
的压力是巨大的，接下来你要尽可能在一些人多的场合跟他表现出一些亲密的动作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这样他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的这把给不够，如果做到了以上这一切，那就会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，无坚不摧。扫厕所都那么开心啊，干活啦！你要死啊！
哎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我等你很久哎。你皮糙肉厚的还可以食物中毒啊，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娇贵哦。你想死啊？哎，我大老远去给你买粥，哎，你还骂我啊？骂骂你，我舒服多了。那你爸妈嘞？我没告诉他们，又不是什么很大的事儿，我不想折腾他们。哦，那你就折腾我啊。我又没让你来，不是你自己贱吗？好，哼，我就贱。你想吃吗？你想吃就要告诉我啊，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没有道理，你想吃，我不让你吃吧？你不想吃，我非要给你吃啊。对不起啊，太烫了。良心发现啊，送我回去。对啊，我怕你晚上遇到流氓，那流氓还真有危险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宣布啊？嗯，宣布什么？你干嘛啊？你吓死我了，走路都没声音啊。你跟乔迪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就还是那样啊。刚才都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？小姨，
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一切都只是一个骗局。你不说，我帮你说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你有没有？没有。这我朋友做的舞曲，祝你好运。小优呢？我让他叫你来吧。坐下。你还真打算一辈子都不理我了？你还在生气啊？废话。对不起。啊？对不起。哇，灿灿姐也会跟人家道歉。我一开始是真的想帮你出气来着。好吧，我承认最后我是喜欢上他了。但是我想了几天，我黄灿灿这一辈子可以没有男朋友，但是不能没有朋友。所以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再招惹他了。我还要你做我的好兄弟。少来，你当我第一天认识你哦。哎，不过我说真的，你们两个挺配的。你不要再玩我了啦，你喜欢的人我不会再招惹。我说的是实话啊，而且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！不是跟你说过不准在外面叫喊你的吗？孩子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好不好，迪哥？你再考虑一下啊。出去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还有什么好说？你为什么不来排练？你还没玩够啊！站住！我让你站住！我让你站住！这次我知道是我做错了，我也没有奢求你的原谅。可是这一次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就这样放弃不会太可惜了。这一切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，你爱玩我玩多久？欺骗别人感情很好玩吗？
就是你搞暧昧的一个对象吗？跟你不是搞暧昧，我是他妈真的喜欢你。我也是真的喜欢你的。你们已经是最后组了，到底要不要比赛？老师，我们弃权。你要弃权？好吧，那我去跟大卫说一下吧。老师，等一下，老师。
青春是一场关于梦想的冒险，它诱惑我们踏上旅程。